贝是，我想现在见到你。哎呀，宝贝，我们下礼拜不就可以见面了吗？好，不管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宝贝，还是我们先挂机睡觉，就是手机都不要挂掉，然后就像好像你在我旁边睡觉一样。好。耶、yeah! 啊！订阅，订阅了没？麻烦订阅，订阅一下。